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冒号书法。广东一位老板让我为他写了这样四个字，写好后我收了他680，请朋友们看一下值不值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请朋友们点关注，下一期我们再见，感谢大家观看。